祝福我们下次不会再。写说某国立大学生性爱片坏流，你看一下这个，不是我们之前拍的吗？这个怎么会在网络上？子云，你看一下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报警好了。不行，你没看到他下面写说，如果报警的话会在外流更多影片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外面人这样会怎么看我啊？子云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知道的。不然我先去汇钱，最近期中考快到了，你好好读书，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，好吗？你会保护我的吗？会。那个人又传简讯给我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赶快汇钱，叫他赶快把影片删掉。对了，他听得到。我们汇你钱，拜托你赶快把影片删掉好不好？我拜托你，快点，赶快汇钱给他啦！这样不能解决问题，我们现在就去报警，避免他把更多影片流出来。你现在去报警，你是脑子坏掉吗？你没有看到那些留言吗？他们都在讨论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才说我们现在去报警啊，警察才可以帮我们把那些影片全部撤下来啊。等到警察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早就把影片全部都 PO 完了。搞不好你现在关机，他就已经在 PO 影片了、啊。所以，我拜托你，你赶快汇钱好不好、啊？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那边有钱你自己汇啊。喂，妈。陈子云，你现在就给我回家，不要报警。等等，子云。喂，子云。你报警了，对吧？嗯。我想了想。还是觉得报警比较有可能解决这件事情啊。你有看到新的D卡文章吗？我们的影片全部都被流出来了，这几天甚至有人在我包包里面放有记忆的卫生纸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怎么一点都不在乎我？不是这样的，子云，
我分手吧，希望下辈子再也不要相遇。喂，子玉。国立大学生情侣性爱影片外流，遭上传至 D 卡，事情闹得沸沸扬扬。女方在影片外流后遭到意淫、谩骂，甚至骚扰，最终选择自杀。拍这种影片就好了，女友都死了，你现在来说那不是你的错。我们要一直一直在一起。小舅这么容易被害，我也是笑了。想不到还真的是学生会的，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。作为学生会的，就好丢脸，好恶。我从小到大一直宝贝着女儿，就这样被你糟蹋，被你害死了，你要怎么赔偿我？你去死，把我女儿还来。希望下辈子我们再也不要相遇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次外流事件的男主角。你们点进这个直播，应该都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来的吧？但我还是有些话想跟你们说。明明没有人愿意私密片外流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可是为什么当发生在别人身上时，你们就可以随意的观看、下载、分享，把受害者当作玩笑话，甚至还有人骚扰、意淫被害者，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。你们躲在网络背后做的这些事，可能觉得没什么吧？可能觉得只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、玩笑而已。但就是你们这些人，把我们原本美好的生活一步一步推向地狱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不奢求你们会帮我，但至少不要成为下一个加害者，好吗？就算我的脚印跟不上你背影，我会抱着回忆驻足在原地。